我当村长的这段时间，你们有没有意见？没有。在这个村呢，你们没有什么文化水平，文化最高的也是我，所以说的话呢，今天发低保，你们先签个名先。来，国内你先来。村长，我不写。你连名字你都不会写，这个月的低保你用没笑。了？快点带，领。要做一个专业的演员吗？给了。你竟然敢说我走？这个月的低保你别领了。干什么干？我干你了吗？你不干不？怎么知道我干你啊？你敢反抗村长？下个月的低保也没有了你。哟，你怎么跟我低保了？什么？我跟你低保啊？这就是反抗村长的后果，还有你，你问高家寨是不是？